嚣张至极，竹亭伤病，巴西女排球迷叫嚣中国女排，张常宁或做新决定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，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中国女排集训已经结束了一周多了，球迷们都非常期待最后的26人大名单，但是似乎排协也一点不着急着公布这份名单，这也让球迷们望眼欲穿。不过这几天中国女排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中国女排在世锦赛当中抽到了上上签。中国女排同巴西女排、日本女排、捷克女排、阿根廷女排和哥伦比亚女排在同一个小组，只要在小组赛中进入前四的位置，就可以成功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。所以中国女排这一次要进入前八强压力不是特别的大，这对于中国女排名单还没有正式出炉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一个好消息。在看到中国女排分组信息之后，巴西女排的球迷反应非常的激烈，很多巴西女排球迷都认为他们是抽到了上上签，因为遇到了中国女排。巴西球迷表示，没有朱婷的中国女排他们可以克服恐惧。也有球迷说到，金软锦的韩国女排，没有朱婷的中国女排，没有拉尔森的美国女排，巴西女排必赢。因为在小组赛当中，捷克女排、阿根廷女排和哥伦比亚女排的实力都是比较弱的，巴西女排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赢过了日本女排，唯独没有赢过中国女排，所以中国女排一直是巴西女排的噩梦。这一次因为朱婷受伤做手术需要恢复时间，朱婷不一定能够回归比赛，这也让巴西女排的球迷非常的激动，他们认为终于等到了战胜中国女排的机会。巴西女排认为朱婷在做手术之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恢复，将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缺席比赛。同时郎平在去年也辞职了，而现在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也不怎么出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巴西女排的球迷认为中国女排必败。巴西女排在过去连续18连败，在中国女排手里多次败下阵，其中在里约奥运会当中，中国女排又把巴西女排挡在了前四强之外，郎平主教练和朱婷当时强强联手也彻底打趴了巴西女排，也因此中国女排成了巴西女排的噩梦。所以这一次在郎平和朱婷都缺席的世锦赛情况下，巴西女排的球迷才如此的激动。我个人觉得巴西女排很有可能高兴得太早了，虽然中国女排没有了朱婷和郎平，但是张常宁和李盈莹的组合也是足够可以战胜巴西女排的。其实在2021年世锦联赛上，张常宁带领的中国女排二队在对战巴西队比赛当中以3-2击败了巴西女排。在以往的比赛当中，中国女排很熟悉巴西女排的整个战术以及打法，当时张常宁带领的仅仅是国家二队，更何况这一次张常宁和李盈莹组成的国家一队去对阵巴西女排。在东京奥运会之后，巴西女排的很多老将也将面临退役的状态，所以中国女排无所畏惧。最后也希望中国排协能够尽快公布26人的大名单，蔡斌也能尽快的让新组建的中国女排进入到新的训练和备战当中，同时也希望姚迪和张常宁能够尽快回归球队，在世锦赛当中能够好好的给巴西球队上一课。对于巴西女排的球迷认为击败中国女排完全没有问题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